赶紧化个妆，然后去上班。感觉最近气色实在是不好，还是要化妆的。昨天我同事说，感觉我加班加的又瘦了。我是那种如果上班特别累，然后压力特别大的时候，我就会反胃，然后就吃不进去东西，所以又累，然后又吃不进去东西的话，就容易瘦。但是好像我皮肤的整体状态居然还不错，所以化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清洗 Beauty Blender， 之后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湿。我这周六周日都在外面，我周六的时候先去了大瀑布，之后又去了大瀑布附近的一个酒厂，后来又在那个小镇逛了一下，然后发现哇，那天天气超级好，虽然 Mississauga 这边下的那种雷雨，之后就看到很多老头带着老太太开着敞篷车兜风，就觉得这面的老年人生活过得有点太酷了一点吧。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外国人特别喜欢 self tan， 狂在那儿晒太阳也不怕变老，老了之后也有很多很酷的事可以做，所以他们也不太害怕这些东西感觉。然后第二天我们去了 Rome， 后来去了 Casaloma， Casaloma 我去过了，所以我自己就在外面散步，结果隔着一条街就是一个 doors open。我知道多伦多有 Doors Open 很多年了，但是我一直都没去过，实在是太懒了，而且以前也没有车。结果那天刚好散步，我也不知道那儿有一个 Doors Open， 我就是看见很多人都往那里面去，我一过去看见大门写着 Doors Open， 就进去看了，发现哇，超级美。本来说录一个 Get Ready， 结果刚刚画完粉底液，我的电池三块电池，一个电池都没有电了。我从上周三开始就一直没有录视频，所以我明明记得我有两块电池是有电的。可能它漏电了吧，所以我现在就已经化好妆啦，然后扎了一个半丸子头。我觉得我今天这个眼影超级的好看，我好久没有用这个眼盘了，是 Tom Ford 的 Honeymoon。 我今天这个裙子是我从 Ariza 买的，我觉得特别的贴身，是我穿的裙子里最贴身最舒服的了，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也特别的有细节。这个裙子它还有黑色的，我本来觉得黑色的上身效果好像更好看一点，但是我有太多暗色系的裙子了，所以就想买一个浅色系的。我最近一直都在忙公司的活动，在外面跑，昨天我同事从我身边走过说，啊，你的腿怎么了？结果我发现我的腿后面，可能我在准备东西搬东西的时候我的腿就被撞到了。还有这儿，而且我是一个痛觉神经特别不敏感的人，我完全不知道我这些都是怎么弄的，所以就是莫名其妙的就被工作给打了。今天的早餐，我的燕麦粥，我燕麦粥喜欢吃稠一点的，介于燕麦饭和燕麦粥之间。我这几天就意识到我真的实在是太宅了，宅在家里其实就有点坐井观天的感觉，就觉得外面没什么意思吗，家里这么多好玩的，但是真的出去了之后发现对世界观都是一个建设的过程，所以以后真的要今年夏天我就要多出去走一走。所以今天下班我就要去看世界。我们家旁边最近开了一个新的 pub 在商场里面，因为这边的 pub 就是有很多屏幕，大家可以喝个小酒啊，吃点小零食啊，然后大家一起看比赛。今年 Toronto Raptors 居然进入了总冠军决赛，虽然我不是每一个规则都能看懂，但是气氛还是可以感受到的。我的 final look， 外面搭了一个皮衣，一个马丁靴，我觉得马丁靴还真的挺百搭的。上班去啦， let's go。 哎，终于下班啦，明天不用上班，我换休。 Oh yeah。我同事刚才说感觉我最近加班又瘦了，让我上个秤提醒了我，我觉得我好像确实最近又瘦了。哎呀，我的六斤肉呢，我的六斤肉呢，我加了六天班就少了六斤肉。哎呀，有什么来的Here we go, Raptors Game 1 Finals starts now!
你跟不跟我 battle？ 你就是这种不是。城里是这样，但这次我不是这样。啊！